也有感觉吗？一点点。有痛你再跟我讲啊，我再跟你教。其实要从这边，这边是松到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靓仔 Steve。 其实今天有点难过，我现在要去看医生，因为我的脚趾的指甲要脱出来了，就像这样。这就是我的脚趾，所以现在我让医生把我的脚趾甲给拔掉，因为我很担心撞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或者是勾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它整个指甲会翻过来，所以那时候会更可怕，所以现在我要叫医生帮我拔掉。不会这样恐怖吧？好，现在我就过去看医生了。Go。现在医生要帮我打麻醉药。OK， 等我看两个人啊，看了两个人了过后就来跟你弄。OK OK。也有感觉吗？一点点。有痛你再跟我讲啊，我再跟你教。其实要从这边，这边是松到完了。OK， 解决啊。现在已经弄好我的脚了，还是有点痛。这个就是刚才医生帮我拔出来的指甲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帮忙分享以及按赞。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，记得订阅我哦。